38岁的袁嘉敏虽然已经多年没有影视作品推出，但他一直都有努力工作，才来自有方，成日都可以四围去旅游，最近又到了欧洲旅游享受人生，不少网民都会疑惑到底他的钱是哪里来。他最近就亲自出门揭开真相，他表示是由14年前开始有机会去登台，近十年都跑得很辛苦，而疫情的时候他亦都在香港的画廊工作和担任导师教授美术课程，还说挺努力周围去演出都不会写成正面的报道，所以很少再提及这样话。